因为前两天热的天，可是那前面还有。这两天可热了，可烧了。就是这两天热的。嗯，也不知道俺老爷老奶奶啥回来。他呀，六块钱能干天地，他又不知道回来了。几顿看给老爷老奶奶吃的？你几顿想给老奶奶呀？啊。哎呀，很浪费呀。俺这打这个朋友，这个时候还得挺凉快。哎，春儿，正说出来回来了呗。啊，你正说，别说，干嘛？你也别了，你别说，赶紧啥时候回来呗。老爷，他给老奶奶，他给老奶奶看见你谢恩。哎呀，啥？啥主意？你看你买啥？买那西瓜，买个糖饼。你们这些铁板，今天不要给我买铁板。放在铁板上吃脆的。放在铁板吃脆的。哎呀，看你老奶奶，你这。人多一样不多大爷。那瘦了，要瘦了吃。叫瘦了吃，叫啥吃？叫吃给弟弟。坐着，叫他一人坐着。给老奶奶，老奶奶这个奶奶坐什么？给老爷。坐有这个，给有这个，有这个，你坐那个。你坐这个。啊，你老奶奶这里，这样一定说，让老奶奶把上头回来，我说你想给老奶奶了，给老长时间不见。是老长时间。啊，他开玩笑，他变成这么有口了，他不会养人了。嗯，考北来了。啊，考北了。啥时候分数都出来了？过几天吧。过几天。嗯，回去了。讲我这是考的，考的讲我啥呀？那也不知道呀。回去了，我那地出来了，奶奶，该人了，我去给你锄地的。我说，哎呀，来回呀，你过领上了。是啊，你那来看你老奶奶那这个头。还挺旺的。俺这个头还油头的，哎，还得干甜。吃完吃完没吃完？那都要吃吗？儿子，这个还放放野火了，可吃。我给你提提那个。哎呀，已经饿了，这个野火了，放了。咱去哪儿找吃的了？放吃的。吃的吧，要不等你。还是今天。今天，今天你吃完了，你看这老奶奶，人家这个贵的，这个咱说不贵，一块钱一斤，一块钱一斤。嗯。哦，还不贵，还挺好啊。不说不买甜瓜了。没个几样没甜瓜。哈哈哈哈哈哈。那你尝尝，买个西瓜。啊，就是。别，你看光吃啥了都不愿意吃。嗯，光咱弄不着高个，还瘦呢。你都吃啥呀，兄弟？这个这了房价被压了，想吃啥了，叫你老奶奶给你整。做啥活？叫做啥？我房价。房价被压住了。房价被压住了。你老奶奶房价被压住了，老奶奶过年以前你被压住了。为啥？被压住了，你老奶奶给你做饭的。在家做早饭，人家说你。在家做这饭都很还是愿意吃，而且不着人家没有这样吃，啊，吃了，就是不面，人家这个不是面皮，嗯，这个不是个面皮。你要不等老娘俺爷吃这个爷，哦，我要等你爷，这我们恁娘丫头。蒙玉，蒙玉咋没放假了？蒙玉，蒙玉还得过几天。蒙玉咋上学了？是啊。嗯。光等俺蒙玉搁这说放假呢，你那天连着俩还要，啥时候放假嘞？在家里头，我说。成是成。第一月咱没回来过。还是走了，一直没回来过，是不是？三年了。嗯。没有那面包，你拿个面包对吧？不拿了，那家没有往家里买点面包，面包还约婚了，家算过那个。然后不是那个走在房子里头，我说叔叔，你看你老奶奶莫不在看你去，你回来还不知道跟俺奶奶在吃。也没了，你尝尝试试吧，别把多少事憋着心儿，那一个就面包，这个卖出来不能好。嗯。这个多老也都。现在吃现卖。对，多老也都会了，都那个。那夏天也能。也多呀。你其实夏天的不用多买，那你还买这个干啥？这个还要装给你烧野火。哎呦，吃吧，吃吧，这个野火还要买了。吃吧，先吃面包，尝尝。啊，这个种野火还能？种野火还能走着呢？人家这个蛋糕房里做这个，人家这个就是好吃。嗯。人家这个质量也好，人家这个。嗯。
你那没给事也没俩鸡腿，你去给事也没俩鸡腿了。我去没鸡腿了。那个给你那点不热费呀，兄弟。叔叔，光这样高个儿，天都，你像着一生你吃是呗？咱们鸡腿不补。现在这鸡腿不补。卖个鸡腿了。嗯，包去。那包去。那包去。包去。不要去，你吃啥去？包去嘞，包去给他也卖，包去干卖这个嘞。热儿热的，会上半天后头就吃了，喝我这里汤，唱我腿都干了。你明天去买点给他买点鸡腿老炖的。再么着不干点买点排骨的嘛，能行吗？包去嘞，不等了，也去吧。不行，随便吃都干了。包去嘞，没啥卖，不去热儿热，你都坐着媳妇都干了。坐着媳妇吧。坐着。我那给他买点啥家还，给他炖的，人家还吃，还也少。他瘦，他一下也吃，也照不胖，卖门的也吃了。你瘦，他个儿高，吃那东西长个儿上来的。你妈长那么高，我看你老奶奶，我头发跟老奶奶分不出来，离人家比人家长，就长了一两毛子。你看咱没看白看叔叔白天，叔叔咱这哎，你说咱没法吃。没面包。知道你的心里。吃吧，吃不了还没，也不能放。有热天的都该来。我看叔叔还是大舅子，热没往家买点饭吃。怎么看叔叔半天？这是问题了呀。对呀。哥们儿，你看是吧？有天可不累，黑呀也知道看给天咋了？黑呀也知道，只要认识看，你就拿花面子。这俩块钱不用，那也给你弄，我也不会弄。一晃这么高嘞？这不连这都咋了？还可能上我再吃点儿，叫起走的。随便走的就干啥？在车子在我这儿里头。嗯。我这干的一天就送了，就送了。行了。再干活了，再不在了，再说去。哥，还买点好的。你呀，不用了，在城里那是我姐姐，她吃啥了都买啥的。不用买。叫去早饭，你得。走去。走吧。走了吧。我们去走吧。啊，你知道，别提，等俺俩去。啊。